夜色路灯够好，我不只差那天真可爱。哦，系啊，见到啊，呢只系 polar bear 嚟噶。哇，呢个啊，哇哇，系我个仔嚟噶，好似区议员嘅传单。新年好听。多謝多謝，就係宣布休團嘅日子啦。呢個我哋第一次開紅館啦。Sam 騷擾啊！你好慘，佢唔出鏡。傳說中嘅咩揸大髀嗰個，即係手痛係嘛？手痛唔知做乜嘢。今次跟風跑係就唔係跑啦，係睇啦。今天是11日係11月27日，即係話過咗一日啦，我哋出碟嘅日子。咁尋日就係勁水泄不通嘅呢度，好多樂迷過嚟啦，好多朋友過嚟啦。咁我都未真正去自己消化過我哋嘅展覽。咁啊，今日趁靜靜地就會同大家一齊睇下咯，行咯，好嘛？這個是一入門口就會見到的，裡面是暗藏了我們的歌，我都未很正式識數過究竟是不是有了我們十年的歌曲。如果有心人來到這個展覽，幫我看看是不是我們跟玩家合作了這麼久就是有了在這裡，應該是的，除非不是。我記得那時候我們有一個很厲害的高層，很有情義的高層叫 Tony， 就在我們正式識簽約十年嗰一日，就捧出個蛋糕同我哋一齊吹，好 sweet 啊！呢個人完全唔似高層，但係就因為有呢一份情意，所以同啲同事啊、壞嘅同事啊，有過往嘅點滴，就促成咗呢一個展覽會啦。最緊要係宣傳自己隻碟啦，做得好啊！咁多同事，啲碟賣得七七八八，冇跟倉，即係證明賣得好。多謝大家支持。呢張應該是歌詞嚟嘅，俾十秒你，十九八七六五四三二一，係咩歌？夜色路燈夠好，彷彿只差那天星光。共同望銀行那時啊，嗰粒沙就係我哋第一隻，都好多人合作嘅，一隻碟啦。Group 就同 Super Girls 啦 ，City Cover 同埋落葉好簡單就係。大家一齊影啲好耐耐，跟各自簽翻名。啊 ，Yanny 係我影嘅，我發覺我簽名係而家唔同咗。少得會 keep 住我哋嗰啲雜誌啲封面。呢個就係休團啦，七年之痒啦。哇！呢個好靚喎，呢個。哒哒！哇！冇須噶。冇鬚噶，乾淨噶。跟住安仔嗰個眉頭嗰兩條嘢都冇咁深，我係飛起嘅個頭。我養咩事？介乎笑與唔笑之間，車模嘅 feel 喎。揭翻呢頁先，最正嗰頁擺到先。有陣時咧，成日影相咧，成日俾人投訴，究竟有冇開眼啊咁樣？朱峰可唔可以擘大翻多啲隻眼啊？真係得條線喎，吹我唔漲嘅，但我又開住咗隻眼。跟住 J 房啦，呢個唔係我嚟噶，係我個仔嚟噶。呢個係摘星天梯。嗰時候兩個好重要嘅人嘅，一個叫阿 May， 一個叫健。嗰陣時候就都係冇咩人識嘅，雖然天梯首歌出咗嚟啦，但係。你話真正認識我哋四子咧，就真係少之又少。跟住就佢哋話咁啊，搞個舞台劇啦、音樂劇啦，好平嗰陣時啲飛，280蚊六場喎、啊，你開咗。以前咧 ，Pictionary 咧要估 Star 咁，第一時間我就係畫四個人啦，煲胎加格仔。咁我哋就係煲胎格仔。因為以前咧，公司就話咧，你哋係組合嚟㗎，要揾一啲記認記得你哋啊。同埋咧，我哋有陣時咧 ，hairstyle 咧係冇嘅，係自己搞的，真係對唔住 Sanky。呢個係 K 房嚟嘅，嗰陣時嘅 fan club gathering， 幾多人？正式有一個大啲嘅場地，好 official 咁樣同一個單位合作嘅第一人咧，就係、是。
林義文啊，四子係煲胎啦，都係喺九子，咁有幾場嘅？我哋係十一月九號，哇！2011年十一月九號，嗰陣時咧出家書嘅時候，睇兩張卡仔。只有父母用一生的愛講一種道理。呢度影嗰啲相啊，係超凍啊，係拍得住共同望人看那時嗰個凍，好凍好凍好凍。我哋勁著得勁少衫啦。阿 Jace 個樣係好凍，唔知大家有冇 feel 到佢個凍？好凍啊，真係！大家仲要好浪漫咁喺度笑，同埋我覺得呢張相都係意外，其實係勁大風嘅，另一個頭都飛咗啊！你睇安仔個頭，跟住咧，大家以為影完一個到一個嘛 ？No， 係我哋真係控到咁埋噶。咁大家係望唔到大家，因為大家係如果望大家係鬥雞嘅狀態。OK， 呢個係啊聲音騷擾，聲音騷擾，好癲喎！嗰陣時係《蘋果日報》嘅成版。2012年嘅5月11號，第一個大型嘅 live 係 dreams come true 嘅，真係，因為好驚望住洪祖兒唱歌，真係小朋友咁，我哋幾個都。同埋嗰陣時阿 Jace 仲未讀完書 ，rehearsal 啲時間咧係佢會缺席咯，啲 rehearsal 時間，因為佢要考試，好搞笑，代佢試麥啊。安仔第一次上台彈吉他，如果冇記錯。2013的約定咧，本身想維園嘅，跟住後屘就轉咗中山紀念公園，就慶祝人類順利過渡呢個瑪雅活動。呢個啦，健太紀錄片去咗四川、重慶，揾呢個愛情天梯故事嘅主人翁，佢叫青浦，即係唔係出咗天梯之後即刻去嘅，係2013年。咁好在嗰陣時的嘅心都去咯，因為幾個月之後我可以，真係咁啱，真係。我喺度啊 ！Hi， 我超中意你哋。我間唔中聽到。係啊。咁樣行過。Hello。好，多謝。拜拜。呢就係我哋嘅。喂，呢啲衫 designer 阿 Kit 咯。展覽會入面咧，我哋會派呢啲紙嘅，咁你可以寫自己嘅願望啊，我哋會儲存起啦，若干年後適當嘅時候，我哋就會攞出嚟同大家分享翻嘅。因為其實咧這個動作我哋之前咧已經做過噶啦，2013年1月1號，我哋 keep 咗8年噶啦，全部都係啲2013年1月1號對世界嘅一個承諾。其實咧都好想咧，譬如啊呢個 KTM 咧。過嚟呢個展覽度咧，睇翻自己嗰張願望卡嘅，過嚟啦。其實咧，啲雜誌都好癲嘅。小star出碟喎，聽到未？好搞笑喎，原來呢本 book 嚟嘅，點解？第一次覺得受肯定嘅時刻，第一份收到粉絲嘅禮物係食物。都唔知係邊個答，係咩？我唔知喎。呢啲好似區議員嗰啲傳單咁，四位競逐中西區嘅議席，呢個癲啊！豁出去，真發毛。佢叫我一定要整呢一個，一發毛，當兵無愧。喂，你哋行展覽嗰陣時候，千祈唔好背出我咁樣。呢個就係咁多個 MV 嘅信號機啦，呢個最 update 嗰個。佢燒過啊嘛，咪嚇！大家有冇睇啊？共同望銀行那時和 M V 啊！我哋個天能啊嘛，留下來的人啊，一個係逆時間啊嘛，一個係順時間。夜色路燈夠好，我不只燦爛天色。嗰個權杖，佢得藍色嗰種，唔知道我係藍定係紅咧？可唔可以揾一揾啊？
我下来的人，我是男组的，我是逆时间的，即是这件衫是我的。这个是你当一个意识的盒，地球保卫队的所有的一切放在你这里，因为地球保卫队现阶段不再需要我们了，摆下去消融，那就将一些灰咯散下去某处，希望有地球保卫队 2.0 去承接住。有没有入过来啊？没拜拜。我要好啦，到時見啦。我哋而家上咯，不如。唔諗，再放人入嚟。多謝啦。係啦，頭先講緊男組啊嘛，原來我件衫嚟。哇！呢個啊，哇！哦，原來呢個是我哋歷屆 IFC 的卡嚟㗎。哦，係喎，跌咗張嘅，點算啊？啊，可唔可以褪翻上嚟啊 ？OK， 頂住先。點算啊？呢個我咪越整越碎啊！都褪唔到個，啊，得 ，OK，perfect， 再嚟啦。唔講多啦呢個，但呢個係我哋個 timeline， 有興趣自己可以睇下啦。我都好細心喎，佢大舊嗰啲係嗰啲重要嘅日子啊。呢個就係宣布休團嘅日子啦。呢個我哋第一次開紅館啦。咁咧有啲獎啦，其實大家都見過曬㗎啦。咁我略略介紹下啦。K-box 想點搞風雲榜年度歌手。但第一個我最喜愛的獎咧就喺度啦，呢個2011年叱咤十大第一個啦。我嘅叱咤十大係邊一首歌啊？5、4、3、2、1 ，Andy 答 ，Sam 騷料啊！你好慘，佢唔出鏡。Cash 啊，金帆獎喎，作不作件？港台的第一個十大中文金曲《與新城》，這個其實很厲害的，新城的這個獎亦都是我們第一個專輯獎 Candle Possibility， 我們的第一個獎咯，這個就是哦，傳說中的什麼渣大比那個渣流那個 Jason 第一次上台之前不知道誰渣誰大比那樣，他是我渣你還是你渣我，我渣我應該是渣男那時差不多啦，這邊呢我就免洗 album 嗰啲衫啊！唉，今日講咗好多次啦，講埋啦。咁點解咧？你如果喺近距離咧，見到有啲蓮藕啊，有啲植物啊，喺啲衫度咧，點解咧？就係、是、因為假設係，即係我哋係地球嘅最後一代啦，我哋都要揾一個方法去生存。可能我哋仲喺呢個地球生存咧，就係、是、要靠同地球嘅大自然一齊共存啦。咁所以可能我哋第時的肉身啦，係將會同呢啲植物一起生長，就係、是、有一個同佢哋共生的感覺。嗰啲動作是要同佢啲花草樹木啊 interact 咯。我的感覺就是樹枝伸展咁樣咯，即係如果冇咗呢啲咧，好奇怪啊！即係手痛係嘛？手痛唔知道做乜嘢，但有啲樹枝就知道哦，原來好似繼續生長咁咯。咁呢個係後轉啦，就係人類可以能夠繼續喺呢個地球存活啦。呢個係前轉嘅，你見到好多掙扎喺度啦，俾掙扎。咁我哋就要好似破茧而出咁樣咯，喺呢個地球繼續生存。同埋我想講咧，如果你睇展覽咧，你斜斜地望，譬如安仔以安仔為例，斜斜地望咧，你會見到咧嗰張相咧係有啲凹凹凸凸嘅感覺嘅。呢個我個仲多。係嘛？有粒突突㗎，真係。
唔怪得你睇嘅時候係會咁出啦件事。即係我哋要繼續得以生存，就係、是、要破茧而出咯。詳細都要問阿 Kit， 最頭先問佢啦。阿 Kit 頭先喺度，即係做呢個衫嘅。哦。啊！哇！完啦。呢個係咩 MV？ 三、二、一。識唔識啊？揸吧。啊！識過。留低的雨，全心的。就咁，人類世，哈哈哈！出咗啦，咁鬼唔知阿媽係女人咩？因為但係因為有啲人話我要拍一條開箱片啊嘛，咁咧就咁啊開箱啦一齊好嘛？個封面，咦點解冇我哋嘅？睇真啲，有噶，呢四條有賣咯，呢四條浮游生物咁啊，呢個係咧啲人以為係。地球係嘛？其實唔係㗎。Creative Director 嘅解説就係呢一個係核爆時候變成蘑菇之前個核，呢個係核爆個核嚟，即係 capture 咗。好，後邊係咁樣嘅。哦，喪屍片㗎嘛，我企到有牌有剩。OK， 開嚟，哇，好靚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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哒哒，呢個係 floppy disk 嚟喎，係啊，扮 floppy disk 喎。floppy disk 知唔知係咩啊？零零後，零零後知唔知 floppy disk 係咩？係咩啊 ？floppy disk 咯，即係儲存嘢，即係 CD 嘅。嗰陣時係得，嗰陣時係得幾 map 嘅咋，幾 map 啊嘛，唔知啊，類似咁樣。然後就隻碟係咁樣噶啦，好靚噶嘛，好 spiritual 啊呢嘢件事，大自然嘅災禍。山火，地球的最後一代。哦，進入宇宙，這個是 DJ King 的。哦 ，OK，OK，OK， 已經是歌詞部分嚟噶啦。哇，這個是好像啲細胞咁樣，給人類的一份宣言。嗯 ，OK， 不如不要讀啦，太揭穿了。哦，這個可以大一點喎，這個是喪屍樣嗰個。唔係真係喪屍嚟嘅，黐線，即係係講緊嗰個掙扎樣啊，呢幾個係。即是求全的樣貌，繼續繼續，皇上，我，安仔，佢好似咧係上面有嘢跌落嚟咁咯，係，唔係嘅其實，呢個係 artistic 嘅一個動作，呢個 J 爺嘅回眸，扮唔到扮唔到，太錯呢個。海洋啊，應該是融化，係啊，應該是啊。哦，好慘啊！如果真係咁碎，融到咁碎，真係慘了。哦，係啊，見到啊，呢只係 polar bear 嚟噶，原來北極熊嚟噶。大家留意一下啦，呢只門牙其實係北極熊嚟嘅。呢個係阿 Jason 嘅，嗱呢個得背脊嘅安仔，係啦，因為好大隻啊，第一。第二樣嘢咧，呢度嗰個角咧，嗰個角位咧係安仔嘅，我翻查過啦。不如問趙信，呢個係我同阿傾啊，我係躝地啦，佢係好辛苦咁樣爬行上嚟啦，但求得到一個即係步入一個正途啦，有樹木啊咁樣啦。哇，仲等緊我？唔係，唔關我事嘅，係唔關我事。Hi， 好啦好啦，哇，呢個幾好喎！呢、這個好好啊！呢、這個啱啱又見到阿安仔個 tattoo， 我哋啲面其實係油曬嘅，即係因為係嗰件事係一體嘅。Jace 啊，阿安仔啊，阿King隻耳仔啊，我哋變成四楷嘢，同啲植物一齊存活。呢個係 Jace， 呢個係王相，呢個係自信安。這個笑容真的挺好，這個就是峰峰。其實呢，我選回這張照片，其實我覺得不知道大家有什麼，我覺得有些太極的感覺，就是這個圓形啦，跟著這裡，總之是太極了，我自己覺得，所以我很喜歡這張照片。
即係攞翻個平衡啦。OK， finish， 好啦，門市門 check 咗個價錢啦，原來係只係賣129蚊啫。哇，咁抵，平均10蚊鬆啲就一首歌，咁真係好抵喎，真係，咁真係好抵，個性價比好高喎，值得推介啊，人對西。Finish. Bye.